威廉省欢乐颂即将隆重推出探班系列。嗨，我来探望你们了。第一个是喜吗？来，哎，可爱三连拍 ，Take one，Take two，Take three。欢迎小姐，你不要打我。观音坐莲，三二一，干嘛？有啊。好的，非常的明显，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呢，就是新庄棒球场。是的，威廉省欢乐颂即将隆重推出探班系列，今天要来探谁的班呢？就是我们的富邦 Angels。哇，太感人了！怎么听到有奇怪的声音啊？你以为我在叫你啊？我以为你在叫我。我们就是这么使劲，随便有人乱入呢都 OK， 而且我们也就一样这样子播出。刚刚说要探班我们那个富邦的 Angels， 那探班要有探班的样子啊，对不对？礼物总是要准备，来辛苦了，然后有金蕉啊，五啊，你们想说，林香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林香最近操劳啊，他还在赶另外一个活动，那活动 delay， 所以呢来这里也会 delay。他的礼物我已经帮他准备好了，我知道他最想送富邦 Angels 的礼物是什么啊，一定是这啦，哎呀。来来来，他们现在在练武室，我们直击富邦 Angels 的练武教室 ，Let's go。Hello, hi, everybody！ 我来探望你们了，你看。来，我们请一个人代表来收礼物，看看。小队长，来来，队长，队长。不仅如此哦，还有饮料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不仅如此哦，特别为了你们哦，我今天早上就在忙这件事情哦，每个人都有，对，来哥的签名照，反应有点开心，耶，今年双鬼月，所以呢，把这个贴在房间门口。辟邪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知道林一香为什么现在还没出现？你知道吗？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跟你们有这个门户之见，他也去准备礼物。啊，西药房今天都没开，他要帮你们准备泻药。你看，他没有这那这个先收起来，一直拿，照片拿着就好。要抱在前面吗？这样抱吗？所以你可以要这样抱吗？开始出刷，然后慢慢的走。对。好，我们十位佳丽一字排开，好像在选美啊。来，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队长卡卡。三位。F。三位，三十六多少 ？F。怎么可能？啊，真的吗？我们那边试试看。我没有。没有，因为我冰清玉洁，我不看人家那个的啦。兴趣。兴趣，看着你。球团有禁爱令吗？对你没有。你认识马杰森吗？来，第二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丹丹。眼睛多大？哇，不知道。直径几公分？三点一五。好，三围。32C。24、34。OK， 来走个秀，他很厉害哦。来 ，Let's go。哒啦哒啦哒啦！哦，你看，哎呦喂呀，哇，可爱三连拍 ，Take one，Take two，Take three， 最后一个压轴，猫趴，猫趴，嘿，哎呦，哎呦喂呀，哦，腰修棍，哦，有够厉害的啦！我就说富邦卧虎藏龙嘛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都看那些乐天，哇，哎，也不错啦。来，下一位来。好，我是富邦 Angels 的奶昔，被下架的那个。哪个奶昔被下架？麦当劳。哦，对啊。这个笑话我不是很懂。我都故意要找出他们的优点啊，所以我都问他们的比较优势的点来，身高应该很高哈。号称160，那就是155。来，可爱三连拍 ，Take one。阿德阿伯吐嘞，哦，你这几万哦。你换就那么久、喔，你跟前面两位不一样。对，我是脑袋有点问题。你就不属于家规家规那一种啊，那你一定会喜怒哀乐。来，吸。来，来第三个比较难哈，哎。
最后一个情绪要比第一个大，因为刚刚是第一个是喜嘛，来，哎，别我，好，可爱可爱可爱，好，接下来这两位就老朋友了，朋友，那个基本资料也不用再问了，你们自己去看影片就有了，秀秀子跟柠檬，嗯，两大台柱。啊，上次那个你怎么没来？因为你刚没有邀上次主就认没主，那下一次一定就好。上次张一东生日，我怎么好意思揪你？这样就太刻意了，对不对？那下次玉林哥生日揪有要快的快的就两个月。有有有哦，好。要我有交代秀秀子，问了问了。我跟秀秀子说你要约柠檬来，如果柠檬没来，你也不用来了。他没有跟我讲哎、欸。啊！你这个恶毒的。他没有。有啦，他有跟我说啦，他有跟我说。OK 啊。一起出席。来来来来来，那就先自我介绍。好，玉林哥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us 的忙内亲戚。为什么会叫忙内？就是年纪最小的意思，韩团的一个说法。哦，他叫忙内，那你叫忙外。大家好，我是维新。嗯哼 ，OK 啊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刚加入没多久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一起加入，我们是学妹。那个后面不要聊天，老师在上课。在富邦会有这个学姐欺负学妹的现象吗？会啊，大家感情都很好。如果也想要转队的话，再偷偷跟我讲。对，对我跟各球团都很好。嗯，太广了。好，来谢谢两位。好，来接下来，怎么一直越来越多人？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Tiffan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sh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。有喜欢的男朋友类型是什么？喜欢成熟的。哦，成熟的哦。对。那需要幽默吗？可以有一点加分。那很有钱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？当然不会。那我们就去旁边，你们附近有咖啡。考验默契，来三个同时走秀都很难哦，各走各的，那就笑死人了。Ready go！ 哎呦喂呀！哦，这三个哇！哎。来，接下来，哦，厉害的，厉害的，来两位，来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慈妹。嗯哼，对，大家好，我叫真真。哎，慈妹在富邦应该算创团元老了，有吗？哦，对，元老级。在那边几年了？在这边要八年吗？啊，有八年了。哎，尊重，不要骂脏话。八年，啊，这八年来都没有你喜欢的球员。但我比较喜欢玉林哥。啊，快别这么说，对呀。啊，在这里愉快了哈。很快乐啊，不然不会待那么久。啊，有时候也没地方去啊。师妹可爱三连拍，这你的专长对不对？来，可爱三连拍 ，Take one，Take two，Take three。你先出来，我就你要打我。你是有疑心病哦，再让来来 Take three， 厉害厉害，来可以了吧？来按你不疑可爱，好，你不疑可爱，你要走性感的那一种啊，到底像其实你。我们见过蛮可爱的是吗？记得吗？你一定都不记得，记得吗？其实我们见过，怪不得我就觉得有一种特别的熟悉感。有一天晚上在那个饭店呢，你不要讲，真的在饭店啦，在什么饭店？在新庄的，然后你主持一个活动，然后我那时候坐你旁边。那我们有聊天吗？有，你有跟我讲话啊？是正经的单位吗？有你在正经吗？我当然组织，我当然很多正经的活动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还要去美术馆开幕呢，对。好，不得了了！刚刚那个制作单位来跟我聊说，哎，玉哥那个不得了了，那个柠檬，那我说哪个柠檬？那个锵锵的那个柠檬啊！乱说，他们没有这样讲。有，他有加这一句啊，说哎，在教他们跳舞，我说啊。他这么厉害哦，所以你另外一个身份也是编舞老师。哎，没有，我是舞蹈组长。我们的开场舞是有师妹老师，是一个专门在就是编舞的老师教的。那我是排这个队形，然后跟雕一些小细节。哦，我讲的好专业哦，雕一些小细节。对，他们随时哦 Q 什么就能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准备了，来，恰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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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三八，大合唱广乐会吧，三八三八，潇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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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探戈啊，酒醉的探，当当当。你们不累我都累了，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两个跳的比林湘厉害多。我跟你讲，趁他不在的时候，这种坏话要。你们怎么那么开心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刚在旁边。
旁边一直看着你，笑得很开心。你听到我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就跟你们说，你们两个跳得比林湘还好。啊，我在讲马杰森那一段的时候，你来了吗？还没。哦，那今天呢，这个大家齐聚一堂哦。我们要考验那个资深学姐的默契啦，顺便也让学妹学习啊。我们就挑四位资深学姐，他们如果游戏玩输的话呢，是要由学妹出来打他们屁股。哦。啊，学妹打的时候还要学姐对不起。我们就请柠檬啊、慈妹啊、啊卡卡啊，还有秀秀子，好，四位资深学姐来组玩，好，来进行我们的默契大考验。来，默契大考验非常简单，我出个题目，你就理出那个动作，跟人家不一样的，就会被学妹打屁股。来，暖身体，猫趴，三二一。来，哎、欸，来，林湘指导一下，他们有谁动作不确实的？我觉得都很确实，屁股都好翘。哦，来，懂了哈。来，刚刚那个一定会一致啊，接下来就不见得啊。第一题来，加油，三二一。哦。来，我们请大卫来裁定谁不一样。右边这两个不一样。来，学妹一号，来，谁自愿？来来，你打。哦，对，来。那我们要这样子。对对，那当然啦、啊。对，学姐对不起，胖啊，不够用力的话你要被打。学姐对不起。就是会裁掉。你人真厚道，要是我就说你只会再待两场。第二题来，比爱心，三二一，每个人爱心都不太一样哦。这个是我们的富邦 Angels 的，这是我们送给你的。我不要。今天在富邦就是要比富邦的。对。你我跟你说，我们还没出来而已。没。啊，这个过程。啊，这个过程。他们这边 Q 都很整齐。第二题很简单，一定会一致的啦，就做出那个象征性的动作就可以。第三题来，马杰森，三二一。来，林湘，你来判断一下。好，来第三题，来举重，三二一。可以耶。没有。来卡卡没有，卡卡没有。来怎么样？谁没有？卡卡，你在干嘛？卡卡，你还会判动作？还没走完。你这跟跳错舞，然后自己那边变成什么两样？好，来学妹来征求一名。来打卡卡，然后来，哦，你们好贴心哦，谢谢大家喽，学对不起，好厉害哦，对，没有，这个是他的本事啊，对啊，他就是你被打了，反正就是你被打，因为你被他闪过来，让你猫趴，来，hold 住他，固定住他。我记得我平常跟你挺好，你数个一二三，好来，一，好来，下一题来，准备了，敬礼，哦，好厉害哦，来，我们现在用很快的速度自拍，哇，哎呦，吃面，嘿。哎，他们跟军队一样。最后一题来，观音坐莲，三二一。你干嘛？有啊，观音坐莲。哎，为什么连这个都能一样？而且他好像真的是。再一起，一定要找一个不一样的，好，这个一定，这个很容易不一样，来，超人，三二一，真的是左撇子，他是右撇子，好，所以啊，柠檬，那你跟人家不一样，啊，你说来，猫趴，刚刚没有打到学妹，一直来就接力，就啪，做一个样子来，其他学妹没打到的，刚刚没打到的，对，还在直后面来，就接力打这样子。看他们忍我很久了。来，一个接一个，速度快一点。好，来，学姐，准备好了，终极大惩罚 ，Ready Go！ 来，接下来。
个影片播出去，如果标题你写那个球场霸凌的话，人家会相信的。对，对啊。走起好，准备要上场了，各位，那个球赛即将开打，好，也非常谢谢他们百忙之中呢，还跟我们让哈嘻嘻哈哈这一段，好，我们要迎接，再次谢谢我们的富邦 Angels， 谢谢。请大家多多支持富邦 Angels， 也记得追踪、订阅、按赞支持威廉省欢乐颂。我们看林湘在干嘛？直击他休息的状况。李宗祥，我在平床啊。来，对他男友视角怎么样？那你要说，宝贝。宝贝。怎样？干嘛？他欠你钱了、喔？说宝贝怎样？宝贝怎样？然后你有没有觉得欢乐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？怎么说？刚刚一阵高潮有没有？他现在变成我们两个人独处，哇，令人感慨。啊、那李湘最近很累，那个空中飞人。对啊，嗯，啊，气色开始慢慢不好，但是今天很奇怪哦，平常啊，女艺人的化妆包都很大一包，对，啊，今天怎么看你变这么小包了？欸、其实因为最近发现了一个东西非常好用，是我的爱牌送我的双精粹，嗯，就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真是内行，我跟你讲，怎么说？因为这个东西哈、啊。前几天有来我那个热炒店介绍过，我当时看的时候啧啧称奇，可以补油又补水。我看那个女艺人在示范的时候，我想说哇，这个哦，我一定要买一箱。我跟你讲啊，林湘啊，你们注意看哦，她不随便代言的，因为她现在整个气质上来的人，对呀。没错，而且我在代言之前，我一定会试用一阵子，我才会决定跟公司说我要接或是不接。树大招风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他们的最新商品，杰洛尼斯发一酵母双精粹。然后我跟你讲啊，它是用双管的设计，然后它非常特别呢，它是黄金比例1:3的油水比例。厉害的，厉害的，来来来来，来给你看一下，它几分？视觉的冲击。象棋的荷包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它就很像就帮肌肤补满一整颗蛋的养分，非常亲肤好吸收，然后它的延展性也很好，挤一下呢就可以上满全脸了，非常好推啊！而且刚讲油水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它一点不黏腻哦，完全不黏腻。而且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因为它闻起来很放松，你在晚上就洗完澡的时候保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稍微闻一下，然后放松。首先你要先在手心这样子匀开，然后再搭配它们的按压这样子。按一下，就可以拉紧你的脸哦。哎，光照呼吸，整个哦身心舒畅哇。它里面呢有业界最高的51%德国恶劣项目，像怕脸垂的呢，就可以这样子加强按摩，然后就可以让你的脸变得更紧致，然后脖子也可以带到。有，因为它紧致，然后就有拉提的效果。没错，人的脸只要一拉提哈，细纹就会。变平，然后呢，法令纹呢？各位，你们知道法令纹怎么产生的？就是因为你脸垮下来啊，堆在这边，你把它拉提起来，是不是就平了？就平了，你这个眼睛就不见了。不是啊，对，大概这样子，拉提起来，你就是没有法令纹之后，你就会看起来比较年轻。当然哦，对，它里面呢还有16%的燕窝后生油跟。14%的极地雪藻油嘛，就是它在很寒冷的地方还可以生存下来，很好的东西。它可以加强保湿，稳定你的肤况。有没有发现我的气色还不错？哎，真的是秘密武器呢。我早上6点起来梳化，然后拍完一个那个大眼照，然后又去拍一个 MV， 然后马上来这里录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活动 delay， 他人来就跟着 delay。你看这么忙碌的行程当中，依然保持呢这么样容光焕发的状况。林湘在用的秘密武器，你们也应该要拥有。我还有一个秘密的用法，像我们就是演艺人员要化妆，然后我们外景时间又很长，然后我会把它和粉底液1:1混合之后，然后上脸，这样子妆感可以更持妆，因为保湿度增加，所以不容易脱妆哦。你来代言这个太刚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呢亲自这个使用过的，真的我是亲自使用，然后你的改变呢是大家看得见。好了。现在呢，他休息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呢要去直击呢啦啦队，然后他们在球场的表现。好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打进去哦，态度要谦卑一点。怎么说？因为你是深入敌营啊，这并不是你的场哎。未来不好说。没有开玩笑，因为你都一直这样讲。OK， 那我们就到球场去了。OK， 来来来来。來哇，令人扼腕，天公不作美。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生命当中第一次来富邦，
悍将的主场，结果呢就是不能让我如愿，下次再来啦。下次哎、欸，你当我是很闲是不是？你别忘了哥现在是什么？第58届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的什么主持人入围？对，气质上来了，对，气质上来啊，好啦。今后呢，你要见我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因为开始要装逼，很多你们强迫我玩的游戏，像一尺进洞啊，把你推出来啊，那个歌就不方便玩。这不是都是你要的？好啦，那我们就好像在练舞。哎，他们现在不用应援了，但是呢，在那边哈装神弄鬼。也不知道干嘛，哎，都脱鞋脱鞋。啊！阴魂不散，我就是你们的背后灵。啊，下雨不打球了，你们在那边干嘛？我把握时间拍影片啊。拍什么影片？跳舞的影片 ，IG 上面。啊，拍那个要干嘛？哎，让你看啊，给你看看，给你看。啊，这样子哦，那个变成我们节目无疾而终了。本来要在球场做 ending 啊，本来要看那个比赛，既然比赛没得比了，要不然你们两个自己比赛好了啦。我们要来乒乓球，乒乓球。他讲乒，你讲乓，他讲球啊，看谁出错这样子。来哦，乒乓球大战 ，Ready Go！ 乒乓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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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乒乓球。来打屁股，打屁股！来来，你也打，你也打。他莫名其妙想说，不是录完了吗？怎么又变成又在打屁股了？来，换你来 ，Ready Go！ 来，乒乓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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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来，换你打，稍微打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的。学姐，来，屁股又翘起来。来来来，你呀，学妹，你怎么那么不争气？最后一棒来，帮富邦争一口气来，加油！乒乓球大战最终回 ，Ready Go！ 乒乓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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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，完全碾压。我跟你讲，他还比较收敛，如果跟到我就倒霉了。我跟你们三个一起都没关系。来哦，乒球，乓，乒球，乓，乒球，乒球。没有啊，因为他们没喊啊，啊，他们也两个没声音了，对，啊，他也认输了。好啦，今天还是谢谢他们啊，好啊，刚好一个 happy ending， 好，啊，你们影片继续拍，好的，啊，记得要传给我，好，我会再跟你收钱啦。他们都把我当老兵处理，对不对？骗老兵的钱，对呀，啊。好，但是谢谢我们富邦 Angel 三位美少女，谢谢，谢谢，下次见啊 ，see you together forever。是的，威廉省为人周到。既然来探班呢，一定要准备水果篮。这怎么那么像在看病啊？超像的。等一下进去呢，一定是一股香味扑鼻而来。男人三不幸：少年得志，中年失业，年老入花丛。我怕我撑不过。探班系列第二弹，电报女。巴黎奥运正式的比赛项目，猫趴。还有谁？劈腿大接龙，劈腿接龙。好累哦，我撑不起来。撑住啊，撑住！好累啊！哎哎，干嘛？来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刚刚我明明就站在这里，然后还要我们进去，再假装出来，这是什么设计？就是他们都喜欢这样子，有一个画面。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，我真的觉得太荒谬了，你知道吗？林香梦到嘴巴有狗屎，整晚不敢喝。因为我有一天梦到我晚上嘴巴含狗屎，而且你可以很明显感受是一个黑黑硬硬的都在嘴巴里。它是有味道的吗？就是没什么味道，但是我不敢把嘴巴闭起来，因为我怕把那个狗屎含到融化，像那个人参那样子。对，明明可以起来把它吐掉，可是我就很累，不想起来，然后也不敢把嘴巴闭起来，所以害我整晚嘴巴都是开的，然后隔天喉咙很干。哎，这一路下来，你有曾经在梦里面那个梦到我过吗？没有。哎，我昨天做一个梦，有梦到我吗？没有。对啊，我梦到我去那个参加保龄球比赛，然后呢，突然一巴掌被我老婆打醒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手哈握的那个球，不是插在她的眼睛跟鼻孔。
我跟你讲，今天没有背那个迷豆子的箱子出来的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探班系列第二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探班，哇，这个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，电爆女。上次我们不是有准备水果花篮给那个富邦 Angels， 这次我特别交代卷毛，一定要不一样。这有什么不一样？真的有梗。这有什么梗？世界上最有梗的是什么？电锯。原来我梗吗？下面一位 ，Hello， 嗨，哇，哎，来，太开心了吧？有特别帮你们带礼物来，哇，这个 surprise， 等一下呢，人人有奖。我们访问过程当中呢，李湘呢会一一的啊颁奖，啊，他们就是我们那个观众朋友都非常热爱的电报女。都说直男比较会跳，因为直棒他们没有在挑跳舞了，还是有吗？还是有，他们那个基本的没有了，他们都看脸而已了。要不然林湘怎么有办法入选？我现在也是还不错。有啊，其实舞蹈风格也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同样一个人在教舞，那但是他们会看，哦，你是棒球的，来简单上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你是篮球的，科目三。你会科目三吗？你好像会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一一介绍。好啊，简单访问一下。第一组，宇轩、小飞、马妹，来，请出列。哎，来，所以你是宇轩。我是你看照片。你是宇轩啊，马妹165公分，49公斤，这个重 detail 吗？32.26.36，哦，这个也要讲出来，非常可爱了哈，来，帮我们要颁奖了，这么好。你们人太多了，小峰，对不对？170公分，51公斤是刚刚好而已。32.23.36，来，32多少？没有东西。没有，他猜了。有321。321，来，正确答案是。可以不要讲。啊！哎，队长很单纯的，你个吹牛嘛，谁知道？报一啊。报一啊。DJ 啊，是哪一种的？啊，我刚才有讲，那你会那个刮唱片吗？哇，超厉害耶！把人的气命是空，金个包，回。今天不是人，好倒霉呀！你是这个这一派别的吗？回。妈呀！哦，你是走这一派的？不是。宇轩 Judy 168公分。发香蕉。哦，发香蕉，发香蕉，对。34，比他多2，啊，34.2635，专长 B box， 哦哦，很厉害的，还有踢踏舞，节省时间，你可以边踢踏舞边 B box。好 ，5678。我懂了啦，因为你如果同时要踢踏舞，你就弄不出来了。对，很难。好，你只 B box 这样看。好，那你帮我刷碟。来刷碟，刷碟。对，开始。阿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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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巧凡，小凡啊，34.24，专长跳舞的。那他们哈刚刚有点泥泥的啦。你身为舞蹈总监，科目三你一定就会。科目三。玉林哥，你一直 cue 我们。不是啊，我就不会跳舞的人。玉林哥，科目三。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，
专业。你试试来，我对一下啊，这少爷。对，林来人球。对，来，嘉思敏。Hello。哇，这个专长来，林香。专长很会吹。好，谢谢三位啊！香蕉，香蕉，颁奖，颁奖，对对对对对。牛奶，燕燕演的安如，你是牛奶对不对？对。好，160公分，稍矮，没关系。他们的专场真的都很另类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大声念来。很会吸。吸什么？吸水，我看到了。吸水。好。为什么会很会吸水这种东西？吸什么水？哦，我以前是牙医。哦，那你自己的专长舔一舔啊，这不是你自己舔的，我们制作单位。我就说这种肮脏的东西只有他们才会洗。后来就热爱跳舞。对，其实我一直都是科班的。舞蹈科系的基本功已经都会了，劈腿。直接劈。可以可以，我跟你讲他们都。谁有办法跟他一样劈的？跟在他旁边劈腿，还有谁？劈腿大接龙，劈腿接龙。劈腿接龙，站着人是不行吗？站着人在干嘛？谁没有劈？谁没有劈？林香没有劈。我不会啊。你尽量劈嘛。林香，你可以的，林香。我醒过了，我醒过了。来，燕燕。嘿。专场也是唱歌，我听你的嗓音，那哎怎么样？唱歌对，唱歌。啊，不是啊。笑死我！很会按，很会按什么？计算机。计算机。哦。我以前是会计。OK OK， 32、34、35、163公分。OK， 燕燕非常可爱，来，安如来跳舞还需要再写吗？跳舞大家都会。大家跳舞都很厉害。不要这样。他是这样子，就是团里面的舞蹈组这样。夜店热舞。林香夜店热舞，哎，你什么时候会的？你以前不会啊？因为我要随时准备好，因为我知道你随时都要 Q。欢迎我们的笑笑、草莓 and 萱萱，来对一下笑笑。没有，萱萱。笑笑，你怎么有点面熟？你有没有？哥，你猜猜看，你在哪里看过？他是潘老师的星级教练，所以你的真实的身份是电报女。没有，你只是去那边体验民间级。没有，他是今年的那个。我今年。今年的第一名是吧？今年新学妹新加入，他在这里开心啊。那潘老师有支持你来吗？有，他有马上打电话恭喜我，因为我刚选上了。专场是潘老师。没有。来，你模仿潘老师带大家做那个有氧舞蹈，来，来，大家跟着一起，潘老师来。萱萱比较内向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也是今年我们一起是新加入的学生。哦，阿林本来在干嘛？学生。哦，你是学生啊。哦 ，How old are you？ 他几岁？你几岁？你要想那么久。How old are you？ 团体也说。Where are you come from？ I'm from 桃园。哎，会跳舞的很少有这么内向的，对不对？他会饶舌，他会饶舌。饶舌。李安，你真的会饶舌。看着全球奥斯卡的赛道上，从外太空到新天空，从外太空到新天空，管他是名人又名人，只要凡是名人，你就是我威廉神要找的人。老子说，老子说，老子说的好听听，老子说，老子说，老子说，一起来自老子说。你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哎，你问过了吗？还没。萱萱啊。草莓。来，角色扮演。啊？是什么？角色扮演。专场角色扮演啊。戏剧吧，因为之前有拍过戏。有拍过戏，一定是专场那个啦，做各种情绪表情。喜。怒。喜。
哪有先准备？他妈随时要来，来便秘，看到男朋友偷吃。最后这一位啊，他只有一位，来热情掌声！我跟他也很熟的啦，我也很熟啊。你跟他一定熟，我跟他熟到是那个表姐妹的表姐妹的关系。来，欢迎 Wendy。Wendy，我们求证一件事情啊，哈，他一年两次，啊，你那时候一年几次？比较多次，几次？因为那时候疫情的。那时候疫情。哦，你应该目前是全团最高的哦，对，对不对？173公分，好，以前是 model， 好 model， 你也很好 Q， 随时都能走秀，任何时刻都可以。来 ，Wendy， 出！哇，你看，哇，骄傲的孔雀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啊，一个漏血一个人，有这种事？谁？谁？哦，子萱啊，不好意思。我跟你讲，你可能不是那个卷毛的菜。好，好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来。你是 Wendy 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啦，不是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考验他们团员的感情，没有板子。来，你帮子萱自我介绍。来，很漂亮。会跳中国舞，现代舞。哎，你示范几个现代舞几个？他现在超美，真的。脱鞋子。来，脱鞋子。来，脱鞋子。那个本来是要一气呵成录完，但是由于光这一段呢，已经把歌搞累了。休息十分钟，不要再乱看啦！帮我按右下角支持威廉省欢乐颂。现在这一阶段呢，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们今天人很多，但其实我们要从当中呢找出一位，未来呢我们要单独拍摄、单独采访。好的，一位天之娇女，今天来那么多人呢，这是我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评审团啊，他们来自各个领域啊，有卖槟榔的啊，有修摩托车的，还有卖米粉汤的。第一关游戏考验大家的这个肢体动作，好的肢体呢才能够会有好的表演，而且这个巴黎奥运啊要把它列入正式的比赛项目。来，准备了，各位一起来，猫爬。林香，你要吃饭，你还跑那么快？对，你要带跑。好的，现在那个摄影机呢？好，全面在取景当中。左线一倍，右线一倍，来，再起来，猫趴。我们这个摄影师是那个国际知名摄影师，他拍过的电影呢，没有一部入围。好，来，第一关游戏要来了。可不可以再持久一点啦？没有持，只有久。来，测验方式，进行棒式核心肌群，看谁能撑得最久。准备，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应该这一组很快就会有人不行。对，没有，小凤你太翘了，小翘，要不要玩？哎，小翘，这个掉去，这掉去，这好累哦。啊，好累就认输就好啦。不行，我要坚持住。他们很有荣誉感，其实赢了也只是一根香蕉而已。啊啊，不行了，这个啊啊，两个阵亡，这组兵败如山倒。草莓不行了，啊，草莓也不行了，哦，剩下三个。笑笑，你预计还可以多久？因为笑笑他不能丢潘老师了，他身为星级团队，对不对？输给华冈，我靠，切个来红领。最后十秒，如果还是依然支持住的话，就是同灯同分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。OK， 两位也是同灯同分，掌声鼓励。来，第二阶段的考验，大声念出来。那边不可以啦。哪边不可以？那边啊。哪边？那边。那边是哪边？脚吗 ？Maybe， 我也不晓得。来，测验方式。冷笑话猜谜，三秒内答不出来的话，师傅就会开始按摩脚底。各位，把你们这一辈子最大的力量，就一次用在这里了。啊！因为各位有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？那我可以换位置吗？因为这个师傅看起来太壮了，很可怕。他真实的身份是那个黑帮老大。好，来哦，我们就依序哦，从这个笑笑开始哦。3、2、1答不出来，您就死命的按。第一题，来针对笑笑来。两个男生坐在石头上，猜一个成语。两个男生坐在石头上，三十二扭啊！
答对了。牛奶来准备了。为什么粥放两天还是烫的？三、二、一。粥烫好。开案。怎么那么恐怖啊？最痛的穴位在哪里？来，那边对应人体什么器官？脑脑啊，你脑有。来 ，Wendy， 一个男生坐在电线上猜一个动物，三、二、一，鸟接近，那是什么鸟？来，请按。哎 ，Wendy 没神经哎。哦。哎，他肾不好，他肾不好，肾在哪里？啊，这个动作。正确答案，因为他说鸡鸡被电麻了。好啊，你啊。题目烂题。这题目不行。好了，来下一位哦。草莓对不对？猎人打完手枪会变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针对脑。啥？好重吧？哎，你也是脑不好使哦。来，再针对脑。来，现在是小脑。猎物，以色列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。以色太脏了，真的被他搞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的话考验呢，我们要换一个模式了哈，会有学姐学妹站在你们后面，由他们来帮你们回答。那他们回答错了呢，依然换你们备案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来哦，准备喽。青蛙吃什么就不会叫了？冬瓜茶。错。青蛙吃什么就不会叫了？来，三，冬瓜，二，答对了。你刚说一个茶。如果李小龙变成女生的话，她会变成什么？要回答都没了。六甲风魔用力。小龙变成女生。猜一个食物，什么？小笼包。你乃神秘龙仔。来换温迪了。哈利波特住在哪里？哎，他讲的是肾不好的，来针对肾。肾肾肾先肾。我跟你们讲答案，你们都不见得知道。住在灯泡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东西在灯泡里？不是啊。答对了。草莓是最热压轴，对不对？来，就是另外一只脚也要脱鞋，两只。对，双脚齐发。姓陈的男生得性病，猜一句成语。三、二。城墙烂掉，好的。那男生早泄，猜一句成语。一触即发了。最后答应点了，因为师傅难得来一趟，要给他们多露脸的机会。来，鞋子要脱掉哈，四个人同时集体按这样子。这个环节叫做鬼哭神嚎，来一起喊。不可以放弃，赶快走！唱歌，唱歌，好棒啊！对，没事的，你可以的，撑住，加油，加油！撑住啦，撑住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刚刚有说我们要挑一位呢，哈，我们来做这个个人专辑，对啊，到底哪一位可以获得我们制作单位的青睐，可以确评中选呢？来，我们评审团。他们已经有最终答案了，得奖的是咖喱。咖喱？你有错了。太红了吧？他为什么是咖喱？因为我喜欢。两位打他都没自信的，用力再用力，他不会痛，他没神经。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我们制作单位规划，因为觉得我们每个女孩都很可爱的，他们会哈那个依序呢轮番哈，就是都做个人专辑这样子啦。对啊，就皆大欢喜这样子。我们再次谢谢电报女精彩的演出，陈廷儒，谢谢。我那天遇到潘若迪，他跟小钟跟那个马里奥他们去那个野营的。小钟说梦到他的那个下面被人家握住。潘老师说你们真好，还有春梦可以做。我只梦到我在滑雪，我睡中间。对呀、啊。把我弄坏了，我要弄坏、全体大猫趴。刚刚的猫趴是纯洁的哦，我爸爸会看。没有，你看，充满了霸气。我很伤心。什么叫做社会摇？阿姨捡，阿姨口袋都是钱。
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虽然会有乱流，但我会保护你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放什么心啊？你是有病是不是啊？无聊搭档有趣啊，你也是在配合他们干嘛呢？啊，马桶盖呢？在那边当飞机的窗户。哎，这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很流行哎。他这个老梗还拿来玩。我刚刚跟他说这老梗了，然后他们说在这个节目是新梗。哦，只要在节目是新的就是新的就对了。对，为什么特别要玩这一段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来到桃园巨蛋，这里是谁的主场你知道吗？领航员是球员的主场了，现在变成真的拉拉队比球员了还重要Pilot's Crew 啊，他们的这个拉拉队的风格呢就是以空姐为主题哦。对，所以他会跟飞机有关。你有空姐梦吗？完全没有啊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很多女生都有空姐梦啊。因为小时候大家对于空姐的既定印象是要高，要有学历，然后要懂英文。哇，啊，你都没有吗？小时候就知道我这三个都不行啊。你好谦虚哦。要是我讲话风格就是说这三样我通通都有，但是我就是不想当空姐而且在飞机上没有网络可以用这不是重点，就已经在工作了还在管网不网路。但是空姐容易跟机长谈感情，有一个故事啊，就两个空姐都共同在喜欢那个机长啊。A 空姐都会讨好他，你知道吗？就跟机长说，机长机长，我愿意陪着你环游全世界。然后那个 B 空姐就想说不甘示弱嘛，就绕着那个机长一直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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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说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。那个 B 空姐说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挺浪漫，我会中我会觉得很好笑啊。你猜后来机长选 A 还是选 B？ 他也是选 B 吗？没有，他都没选。人家机长说：“那你喜欢哪一个？”他说：“我喜欢胸部大的那一个。”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人格测验，不可思议，令人毛骨悚然而神准。假如有一天你在一个荒岛迷路哦，看到一个小木屋哦，里面只有一样食物哦，你心中想到的第一个是什么？沙拉吧。沙拉。你真的要选沙拉？选沙拉代表你喜欢吃沙拉。你如果选汉堡，代表你喜欢吃汉堡。你如果选炒饭，代表你爱炒饭。就只是这样而已啦。好无聊。好，来帮你看，没有，他还有第二个解释，喜欢沙拉。他写出五个字呢，不知道什么含义。他说：“全员出走中。”那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晓得啊。那后面根本没写啊。我刚刚已经看到了，没有。我们今天呢，探班系列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上次我们探过两次班，都搭货成功，所以我们就再接再厉。但是礼物呢，越来越想破头。我们第一次是送水果花篮，对。第二次是送礼盒，相信第三次呢，他们应该会有更有创意的这个礼物啦。来，礼物拿来，水果花篮礼盒，这什么意思？只是两个都送。好烂哦。他把第一个跟第二个结合起来。这是香蕉，但是这里面应该会不一样的啦。打开一看，又是香蕉。因为啊，我们单位有跟那个蕉农业配。哦，真的，很厉害。请支持国产香蕉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一人一样，我们进去找他们啦。来 ，Let's go。Pilot Crew 就是他们，他们就在里面。对，这个门一打开，一定是香味扑鼻而来，会盖过林香的香，因为他们毕竟十几个人。Hello， 嗨嗨，请问陆威是哪一位？有你的外送，是你吗？你好，你好。来来来，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。对呀、啊，打开来看，很特别哦。我怎么觉得很恐怖？一定是你们需要的。哎，让帮我拿起来，我不要，我帮你拿走吧。没有那么恐怖啦。这林香送你们的，谢谢。哦，厉害厉害了厉害了，这是属于什么风格？看还有没有什么？哇，厉害厉害！他们的制服哦，很好看，我想买一套回去。我已经判断出他们是什么风格。这是什么风？我觉得他们是纯欲风，但他们都是笑着跳一些很辣的。哦。然后就让人家觉得哇，好纯哦！就是正经的做不正经的事。对，他们边跳还能一心二用，还能够听我们这边在讲话。林香分析的对吗？这是纯欲风吗？就是我们
们现在这套就是空姐服，嗯，所以会让人家觉得，哎、欸，来到一般很香的航空。啊，你们有几套衣服？常来就看到我们换很多不一样的衣服。哦，啊，为了看很多衣服还要常来，你就期待玉林哥常来、啊。我就去你家看你衣橱挂了几件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分组来介绍，陆威、雅雅。哎，雅雅，雅雅来了，吓一跳、哦。有时候念到自己老婆的名字。哦，哎，你也知道我老婆叫草字头。有啊，看电视。你有在关注我的事情吗？有。没有啦。要啦，要啦，要。我怎么星座的？进来坐。为你量身定做。摩羯座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每次录这种单元就忘了你的存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三十二多少 ？C。是可爱长大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长得很可爱。来，可爱五连拍。Take one。Take two, take three, take four, take five, take six, take seven, take eight, take nine, take ten. 存档，存档。来，你 Q 他做可爱。可爱五连拍，一、二、三、融化了。六、七、八。你如果不制止他，他可以做到今年的清明节。你有办法可爱跟性感结合吗？可以、啊。那这样来，猫趴。哇！这哪叫猫趴？真正的猫趴，来，猫趴。猫趴是快。学姐。快拍的经典动作。果然篮球跟棒球完全截然不同哎！你去棒球拉队哦，你都不用演练的哦，猫趴十二个人全部抓，因为他们就是吃猫趴长大的啊。好，你会了哈、哦，来哦，吃可爱，猫趴，想到，啊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来，他的问题在哪里？他的问题是屁股多高？这样可以吗？还腰有点痛，腰为什么会痛？没有，腰比较硬。好、OK， 来，雅雅，个人特色，那里那里很软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写这个。那里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你自己说你哪里很软？这里。这里能多软？来，给镜头，给镜头特写哦。除了那一软之外，还有什么特色？我有自己创作音乐，唱一句好了。啊，他们，快点跳，快点跳。五六七八 ，Now I just do my thing。好了，一句。他就是要为你跳了。啊，你知道最近最受欢迎的歌是哪一首的吗？林湘的单曲。爱你了，你会唱吗？爱你的。爱你了。爱你了。对，唱给他听。啊，当我跟你讲，我被他们冲昏头了。哦，好吧。对呀、啊，你知道我平常眼中只有你一个，但一下来那么多，我就整个哈 hold 不住，哎 hold 不住 hold 不住。哎，小雨， Hello. 哦，小雨的特色好怪哦，为什么 MC 来了？因为我从小打篮球，然后这一季开始担任球队的 MC。哦 ，OK， 他所以当 MC 就是要当主持人的工作啦。对，加油，我觉得你是那块料，你一定可以表现得比艾荣更好。干嘛？你怕艾蓉？我没怕他啊，对呀，讲那个危险发言，我听。是啊，咱们危险发言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，有时候是激励他，也激励艾蓉啊。所以人就是要时时的鼓励自己，时时的进步啊。像我一直在防范那个海产啊。你不要防范他。来，可萱，哎，来，可萱，个人特色很爱吃火锅，火锅跟讨厌的前男友共同的特色是什么？都希望他们快滚！你喜欢孙生吗？就他很有趣。他如果追求你，你愿意跟他交往吗？建议不要。不建议啊，我们不建议这样哦。好，这是第一组的部分，非常可爱。来，第二组，凯莉，来，哎呦。啊、你好，啊、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你不是老师当得好好的吗？我没有当好好的，不是吧？你当老师，你是当老师当到跟校长谈恋爱，然后被对，还是跟同学的爸爸？没有，我是安心班老师。他、啊、现在还是吗？现在还是。啊，你有办法跟他们同言同语哦？可以，他们也会跳空腹三。那表示你也会了。我就看他们跳。啊、来，科目三。我也是。他们每次跳都要拉人。怎么跳完？
终于看到一组比较完整的，真的很整齐耶。来，佩晨，什么叫做社会摇？社会摇就是一些就是这种啊摇啊之类的，像之前的求佛啊，什么润少专属这种。哦 ，OK。啊，求佛你也会吗？会。来啊，求佛来。能不能能不能在前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台客舞你会吗？你说这个吗？台中恰恰你会吗？什么是台中恰恰？台中恰恰。膝盖会痛啊，膝盖会痛啊。好，来尤米，尤米在哪里？很会震。我很震，也很会震。一五五是有谎报吧？我觉得你可能一五一哦。对，你是不是谎报？没有，因为公司说要155公分比较好找工作。而且他们这个还是以空姐为主题。对。你这样你没办法放行李耶，就是你要放客人的行李，你还得踩着客人的另外一个行李。那很会震，这个震就是什么东西很会震？我是跳 popping 的。popping 的人都会模仿赵哥、赵正平，赵哥 popping。一般会 popping 的人都会 locking。那这个含义呢？这个是小雏菊，小雏菊的花语就是爱好和平，然后希望可以永远纯洁跟善良。纯洁的猫，刚刚的猫它是纯洁的哦。你这个是小雏菊，你千万不能胖，你一胖就会变高丽菜。不会啊！你千万也不能去吃蝎子那一种，你如果变胖就变龙虾了。来，刚刚讲宇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改过名字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命中缺金啊，因为一般圈不会取这个圈啊，有吗？改过名字，你改你摆叫什么？易淑美啊。淑美是谁？很爱笑的，多爱笑。就是这样子。你有办法像我那种笑吗？你说哈哈哈哈的。要配合的。双喜天后都快太空。Ready go。冷静点。冷静点。哎，下一组这个名字开始熟悉起来了。我疑似他们是劈腿的，对对对，跨队，佩佩、宁宁、心璇、悠悠。既然说他们劈腿，来四个人比赛，看谁能劈腿啊？说看谁劈腿，心超硬的，来劈腿。只有你劈的人，哇，他勉强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我超硬。你来劈，我可以这样子。来。之前来有看一个影片，他们那个暂停的时候会有干杯，好像是佩佩，那个是什么？你可以重现那个影片的内容吗？啊，哦，怎么有这种照片啊？来，给大家看，这是你本人对不？啊，坏心给我截图这种照，啊，这个当时在干嘛？战况非常紧张，所以我们要缓和一下气氛，要来干杯一下。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来，重现一下来。啊，哎，好紧张，赶快，来。一杯，来两杯，三杯，四杯，五杯，啊，爱情也强。那我问你们最准啊，是不是棒球跟篮球的文化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在哪里？因为我其实，在卫权是当练习生一年，然后后来才加入这里，但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这边就是可能跳开场、中场，但在。棒球的话就是要一直。你是外交部发言人。讲话怎么那么正经啊？魏乾隆是不是今年战绩？去年的战绩是不是不错？第一名啊！啊，第一。对呀，啊，你们有参与吗？那一场？有。哦，四个都有参与。不是前副班，前副班哦，前副班哦，现在讲前副班。你是不是安跟安不太会分？前副班。
到南港展览馆的槟榔摊上官方网站，念一次来。到南港展览馆的槟榔摊。槟榔摊。上官方网站。上官方网站。来，我们就来来悠悠，饶舌。饶舌我没有吗？他说但唱起来像鼠来宝。你有办法？我是爱听饶舌歌。哦，你爱听饶舌歌。对。那我应该也是你的偶像，因为我常出饶舌了。我最近有心得了，但也像鼠来宝。好，年少不知阿姨好，错把妹啊当作宝。阿姨好，阿姨妙，阿姨床上不必教，阿姨香，阿姨甜，阿姨口袋都是钱。来，金璇，那里很会吃，对，多会吃。我应该食量不大。啊，食量大，可是却又这么瘦。因为有跳应援，因为我现在蓝棒双七嘛。嗯，对。如果没有跳，我应该就是个蓝棒双七。我刚刚如果没跳应援，我就是个肥婆，超肥的，真的。OK OK。瘦瘦。那宁宁，哦，21腰哎，超瘦。哎，看一下看一下。那你应该可以摸肚脐。哦，他应该可以。而且他个人特色，你看睡觉。因为我比较宅，我很能睡，然后一整天没事，我可能。就是睡到下午要吃晚餐，然后妈妈还说：“宁宁到底起床了没啊？怎么还没？”还以为我出门，但其实我还在睡觉。还在睡。OK， 好，佩佩。哟，佩佩，特色是长哦。可以猜猜看我哪里长？因为身高163也还好。腿长。对，我的腿，我身体还蛮短的。欸，一般腿只要长的人，通常都会走秀，很奇怪。走秀。因为他们就常常会练习这种事情。来，佩佩，走秀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充满了霸气，如骄傲的孔雀般，充满了自信，来走过来是面猫爬，哇！非常的活泼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猫趴在我们节目已经算是做出经典特色啊，大家看是个人的，现在要看全体的，来，我们站两边来，你看那一排全体，右先预备，左先预备，拍了 crew 全体大猫趴，好 hold 住，然后香岛会取镜，来，香岛独创的暴力美学。真希望，哎呀，来，接下来要玩那个默契考验的游戏了，进行我们的默契大考验。来，我们的节目规则是什么？我们的节目游戏叫做“好看谁坏掉了”。哎呀，那没感觉。对啊。来，念一次来。好看谁坏掉了？啊，你看，好看谁把我弄坏掉了？爸爸会生气。爸爸会生气啦。那你爸爸不会生气啦。好看谁把你弄坏掉了？厉害。好，看谁把我弄坏掉了。好，他应该很会奶来，用奶的感觉。我最不会奶了。来。好。好，看谁把我弄坏了。好羞耻哦，我的妈呀！来，第一题，加油，三二一。好。没有，我不是还没说。谁不一样？我吗？金璇。来，金璇，来接受，来想打金璇的。弄坏他，弄坏他，弄坏他！哎，手下留情啊！来，你如果太小心的话，你要被打啊！我要弄坏你！我要弄坏你！太小力！太小力！来，而且你收力！来，林夏，你打！让他知道。对，来，换你趴着来，来用我们正常的力量。好，因为我没打的话，我会被打。我要弄坏你！你没事，你要说你没事，真的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坏掉了，我要说你没坏掉，真的坏掉。哎呀，你们不要不尊重这只鸡。我刚刚吓坏了，要不然还是打我，不然我心里……好，你给他打回去，来，没，要 balance 一下， balance 一下，比他更大声哦。我好害怕，对，为什么我刚刚不是？来，我要弄坏你，我要弄坏你，
你太小力了。你要像他刚刚那样，来，我要弄坏你。太小力了，我要弄坏你。太小力了，我要弄壞你。不要来，你下一题来，干杯，三二一。哎呦！有油，你的腿好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小杯，小杯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要换耶。来，我们来示范正确力量，来卷毛，我们节目的筷子手，三二一。下一题来，拜拜，三二一。来，初恋，对，来卷毛，来，三二一。来下一题哦，敬礼，三二一。来，出列出列出列，来来来，睫毛，那个鞋子放你那边就可以了。我爸爸会看哦。你爸爸，他的小宝贝。你爸爸看，你爸爸会看，关他什么事？对啊。我爸爸会哭哎，他又不认识你爸爸。团宠。准备啦，三二一。好像在打小孩。下一题来，观音坐莲，三二一。你还是那不会啊！来来，出力费，来吃奶的力气。下一题来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要没默契就奇怪了。超人，三二一。哎，一样。蜘蛛人，三二一。你是不懂手，拿出来，来卷毛。最后两题来，装可爱，三二一。至少他们都是拳头，只有你是手伸出来，来来来来，三二一。老板，我等下不能跳开场舞了，而且最后一题来，龟派气功，三二一。没有没有，不是我，是这个。这个，来，那个跟他不一样的，没有过关吗？没有，是一个过程。没有，不行。按照节目的传统，来，那个大家好，一人打完，接力给下一个，轮流打。对。来，卷毛牌最后一位哦，把他们前面没打的全部一起打回来。来，来，交给卷毛。小力点，小力点！你真的很过分，真的很过分！来，卷毛趴着，大家接力打，来接力打卷毛，接力打卷毛，来传给下一个打。不要再乱看了，赶快按右下角订阅《威廉省欢乐颂》。各位乘客午安，我是小雨，葡萄航空欢迎您来到桃园璞园领航员的主场，我们的主机舱。您的热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，因此需要在场所有乘客保持专注。坐在这里会不会有点小尴尬？蛮尴尬的，因为这里有一起导播在拍。嗯，而且他刚刚哦一直在拍我们两个，他有在大荧幕上出现。对。而且球迷还以为我们两个是四月来这里看球。还有现在不是那个 Kids Camp 的时间。那我们会很尴尬哦。对，就别扭了，对。那到底该怎么办？亲自己的手。
这个是干嘛用的？哦，哎，这个取代拖鞋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打屁股也不错啊。好，来，厉害了，不得了了，快叫皇上。好的，这样子跑到齐了。欢迎我们的无一点沈沈玉玲，玉玲刚刚来到现场。同时也欢迎我们的林夏，欢迎。欢迎两位，谢谢两位来金牌组的演员，加油！球赛准备要开始了，那我们下一个行程呢也准备要展开了，所以呢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啊，威廉省欢乐颂下次见哦。猫啊，对他放电，对他放电，你要给他拍了，你先人家要拍，你要拍，那你谁要拍？再一次给他拍，第一次看到摄影师要抢拍，我这样男人都带细胞生物，刚刚看到两个摄影师抢破头，拿出来踹他，你走开了。